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哎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啊，就是啊，没有，今天是生活频道，好，对不对？对，生活频道。不过真的是每次拍片我都会很开心，因为就是我们又可以分享一些东西给大家了。没错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周老爸蛋黄酥。叮叮啊，老爸的蛋黄酥。哎，很开心哎，每次都可以收到老爸的蛋黄酥，就是蛮开心的，而且很好吃，超好吃。对，哎呀，其实我觉得老爸真的是人又好哦，又亲切，然后又用心哈，真的。而且他还写一张卡片给我们，很可爱，是兔子耶。他知道你喜欢兔子，然后里面还画一只史迪奇。对啊，超用心。Dear Bobo and Kira。对啊，我觉得超用心的。中秋节快乐，在此奉上老爸自己品牌的蛋黄酥，很高兴过去有你的照顾，我觉得是他照顾我们。互相照顾，对，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你看哦，他还祝我们婴幼儿用品上岸接不完，荷包满满。要接啊，就是大家一定要，我如果我们真的有接到业费哦，大家要替我们开心，因为我们又可以生存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要养鼠来吧。对，如果没接到的话，我们每个月都在担心这些事情呢、啊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接案子啊！如果没接案子的话，我们真的很难生存。嗯，欸，你看，超可爱的。很可爱啊。这边有一只，欸，对到我的脸，史迪奇。很可爱。好厉害哦。不错不错不错。然后，对，我主要是这个啦。对。这个它是用这个框子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拉出来。欸，现在老爸还有在卖这个蛋黄酥吗？有啊。他们最近超忙的啊，对，好像到折那个盒子啊什么的，到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忙到爆。对呀，啊，而且他们是全国冠军哦。有两种，你看他们这次的外盒不错吧？老爸的味道，哎，看得到吗？有有有有，哎，好像有点闪，哎，没了。老爸的味道什么？哎，好想吃哦！我们开一个来吃吃看吧。啊，欸，它口味一样吗？还是都不一样？这个是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这个也不太一样，因为中间有那个一粒一粒的坚果还是什么？那我们各开一个吧，各吃一个好不好？耶，yeah, 太棒了！太开心了，提早过中秋。我记得这个时候，老爸他们都是最忙的。对。而且他们都要待在店里，忙上忙下，忙不完。忙不完。哇，你看不？其实我们上次去年的时候就有吃过，真的超好吃的。这样子。对。一盒。试试看。好。所以大家如果要中秋节了嘛，哎，记得跟老爸买一下他们的。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超好吃，还来不来得及？因为他有一个时间。对，这边。我们上次吃到说，哇靠！盒子给你接，盒子给你接，就是这个味。嗯，嗯，蛋黄在这边。就是这个味，好好吃。蛋黄很大颗，满足。小 Q 喝点，蛋黄超大颗的。嗯，我觉得咬这蛋黄很过瘾，因为它超级大。嗯。然后旁边还有那个红豆。嗯。还要等烤才。重点是他们的饼啊。软，外酥内软，整个口感的层次是满满的，而且不会太过于不搭嘎，是好吃的。嗯，甜跟咸混在一起。嗯，喝掉喝掉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
厉害厉害厉害、欸！它另外一个好像是这个音叶酥，因为上面有一颗一颗的音叶酥，它是用什么日本进口的音叶，加上半切蔓越莓。哦，欸、你知道它这个？它是独家研发的新口味耶！它的灵感是来自老爸跟老婆跟新年彩铃他们去日本赏樱旅游。嗯。然后内馅不惜成本使用日本静冈县的樱叶。哦。嗯。哦，那要来试试看。新口味耶！2008年就有了，他们独家研发的。哦，2008年。哦。所以这个就是很早之前他们去赏樱的时候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来打开，赞呐、好吃的、你看我们这个，我们家吃完会不会热量爆增？我们这个给爸爸妈妈他们吃啊，他们都说好吃。对啊，因为去年他们有吃到。嗯。还好我们午餐还没吃。给你当盒子接着。好。请笑纳，请笑纳，谢娘娘。好笑。有那个口感，很香。口感好香哦！那你好吃到蔓越莓。嗯。妈，你没有认识，它是这样。对到你的脸的。什么？哎，它的蔓越莓还蛮多的。那像蔓越莓那种酸酸的口感。酸甜，嗯，很特别，这个就比较酸甜的感觉，嗯，然后有一个香气在，樱花香，仿佛我们到了日本，吃下去那种森林在日本赏樱的口感，虽然没有赏到樱，但是吃了这个就会让我沉浸在于我的眼前全部都是樱花。飘啊飘，风吹啊吹，哇，真是美妙！哦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哦，嗯，你真的要用心去感受，去吃它，哦，你吃它就会觉得哇，今天喝点哎，对不对？它的外皮是胡萝卜素哎，哦，真的，嗯。哦、有黄黄的颜色，嗯哼哼，好吃哎，都把它吃完了，嗯，好吃，有点肚子饿了，可以吃，嗯，吃老爸的月饼，谢谢老爸，还有谢谢你的用心，真的，你们真的很棒，你们就像我们的学习的对象。嗯，看着你们成长，我们也要努力。没错。看着嘴巴有东西。你可以吃完再讲话。好。啊，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那个周老爸的月饼啊，他就是试吃给大家看。哦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今年好像跟去年比起来，好像今年的比较好吃啊？更好吃吧？去年也很好吃。我去年也不错。去年那个口味也不错，而且家人都有吃到，说超好吃。嗯今年的口味又有点不太一样，我觉得也很好吃。今年有吃到不一样的，就是那个樱花，对，我觉得很特别，酸酸甜甜。嗯，如果喜欢吃有点酸度的感觉，就很适合你。好啦，那今天就是分享到这边，拜拜，拜拜。